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总台主持人任鲁豫、张涛、贺炜，要给我们带来光阴的故事。哦，鲁豫老师还是这种鼓掌的方式。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好听，好听，好听，好听。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座朝山岗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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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发黄的相片，古老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贺老师的音色里有故事。流泪的青春，我天，贺炜唱出了戏曲的味道。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哇，这太棒了，这现场的唱功。光阴的故事，我给介绍错了，贺炜不是那个体育中心，他不是解说足球，他是戏曲频道的。我居然听出了戏曲的味儿。多愁善感的青春呐、啊、尽力了。谢谢谢谢李老师。我对任鲁豫的那个印象很深，因为他唱的音乐里最难的还是叙事，能把字咬得很清楚，以字带音就是很难。这是播音员了，掌声感谢。马上要唱了，我一点都没有勇气，我贼忐忑。梁静茹会给你勇气，杨姐也会给你勇气，走，我请你吃点好吃的东西，好不好？哪有好吃的？走走走，玩舞，看看，玩舞玩舞，吃好吃吃。可是时间特别特别的紧，来，到冰箱这看看。哇，超多夏天的果实，有水果，有水果，剩下的果实，你看这个上面还有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剩下的果实的味道，光泽。我们去榨个汁儿吧。好，我打算要一个混合的火龙果。来，这些是榨汁的，然后我要看您怎么变美食了。
会我们还有时间拿回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对，你去负责唱，我负责跟大家分享。你唱着，我吃着。好香！哇，已经有多久没有站在炉边咽口水？是不是？哇，太棒了！好爱吃芝士，哇，这太好吃了吧！真的难以想象三分钟出来的那口感。我想问一下大厨，为什么三分钟它是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我们这个烤箱呢，它是通过一个窑炉的方法，它这是能达到300度。哎，是不是想烤烤鸭也可以啊？烤鸭也可以。窑炉嘛。太棒了！点赞三一秒，点赞三一秒。接下来舒若宁组合将给我们带来《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有放弃，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超勇气，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有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燃烧勇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哇，刚才中间李健说了一句，说佳宁是真的会弹琴的，因为他看到你的指法各方面真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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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宁是真会。来，下一位。失眠梦呓，那风
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承认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街上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若一切渐行渐远去的我们，站在汽笛响起，想念是你的声音。我们提着过去，走入人群，寻找这一个位置，安放自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街上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好听。我坚持着青春的想象，奔跑在古老的路上。青春是迷茫，寻找一个位置安放。我追寻过青春的答案，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接下来这首歌是由一位姓张的叫张磊的主持人带着另外三名女主持人叫唱叫张三的歌，掌声有请张磊、月亮、王宁、张宇。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唱得真好。张磊同志做的多稳当，啥动作都没有。你看人家王宁多欢实。张磊活跃一点。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还是一片的光亮。好听，谢谢，掌声感谢王炸组合。你想，两个姓张的，两个姓王的，两张大小王，王炸组合。所以，哎，你觉得总台的主持人里面，男生唱的好还是女生唱的好？我觉得你们团，你们这个我们这个团精神这么高亢，就很让人感动，而且台风也特别好。嗯，而且女生稍微矜持一点，就他们有机会做动作，他们都不做。对，做了，他们完全属于个人才艺表演，非常厉害。哇哦！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闵羊羊组合给我们带来这首《睡满》演唱会现场的兄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
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呆。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有请中间的舞蹈表演。舞蹈表演，这是什么舞？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睡在我上铺的兄弟、yeah.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好听，好听。怎么了，小三？你怎么了？我几十年主持生涯，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被搭档抛弃，李健不见了。你的兄弟呢？我的兄弟呢？哎，你们仨是同一个屋的吗？我跟杨帆是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屋的。他们俩，你俩真的睡上下铺吗？我们俩都是上铺。所以你们唱的是楼上的兄弟是吧？而且我们俩是在同一边，就是我们俩不是头对头就是脚对脚。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特别想问杨帆，你兄弟还在吗？因为杨帆睡在我身上，关键是那句无声无息的你，哇，那怎么这么撕心裂肺？他们现在都在干嘛？他们现在就在我的身边。但是要唱出所有人的那种情感。你唱的好像真的是远离天涯海角一般。就是我们俩上学的时候唱歌就属于撕心裂肺那种。但是我善意的提醒，因为这首歌毕竟是三个演唱者，能不能照顾一下海洋的感受？你什么时候来的？没有，因为这首歌如果我不来的话不完整。因为青春这个话题也比较适合我嘛，因为三个人相比来讲，我离毕业稍微近那么一点点，差不了太多。行，好，谢谢，谢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Very 青春。我给你再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好多人当中，其实是校友。啊，因为说到青春，你逃不开学校。你们觉得青春校园里边最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儿，张磊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参加这个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大学生合唱节。那有一次在车上回来的大巴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和北大的学院的合唱团坐在了一起，我的旁边坐的就是撒贝宁同学。哇！但是当我到了台里跟他说的时候，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他忘记了。我会那么没长眼睛？我居然不记得旁边坐过你。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但是我知道我们参加过一次北京的大学生的合唱节。
对，短暂的相遇，我对你印象很深刻。我们是大一，所以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去第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但那个时候他坐在旁边，又是别的学校的校友，那个算师长，师兄吧？师长，原来是因为师兄，原来是因为把我当老师看了。对对对，然后和我聊了很多，我就觉得哎，真的很亲切。所以那个时候对北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没，不可能，还是请当事人自己申辩吧。来。我一般坐在大巴上去参加什么活动，我都会背一本厚厚的法学词典，我不会注意身边的人。这一点虽然我对认真的备考复习，我是不会。对，所以虽然我对这个说了什么记忆很模糊，但是我确定你没有拿任何的教材。哇，真的，萨老师有一个线索提供一下。有线索，对，有人偷拍下来了。你当年的照片，你们这是在破案吗？你们这是今天晚上非得把这个嫌疑人揪出来吗？真的吗？真的，萨老师当年的照片，不是，你想，您姐她发多少红包你才能打开？对对对对，战东，你说，快过年了是吧？来，这个我们这九零后的，要不大家这个微信这个二维码，萨老师来扫一扫。好的，拿串底吧。什么？你拿的什么东西？曾经年轻的时候照片。是我们大家的吗？就大概，对，就是五六十年前你的照片。你要看吗？我看一眼。不是，我要看就让大家都看到。大家想看吗？想。我看一眼，真的。来吧，青春就在你的脸上。哇！这我还没收到钱，所以广泉，哎，这个不对，头发冒了，那个时候头发是黑的。广泉，你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我都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你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这广泉，这头发没有，关键下面还有每个人当时毕业的时候给别人留的言。快点念念广泉的。广泉，没人能取代你，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这是朱广权自己给自己提的，吓我一跳。这是你们当年的毕业册啊？对，哦，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放哪儿。真的，王宁，他跟我是同班同学。王宁跟你是同班？对，同班都不像吧？就他降了好多级，还是我降了好多级？给大家看看王宁啊，你不能只看我。看，找，我的就算了。必须得，必须得看。不行，你这不认谁？不认识。你这不来来看看看完全没变。天，太可怕了！完全没变，是在骂我吗？完全没有变。完全没有变。哇！就那份成熟跟稳重，完全没有变。成熟稳重，眼神中透露着对人生的期待和坚定，他就注定是要采访8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的。这眼神的坚定，这是，你们俩是同班？对，我们俩同班。来，给大家看一看，是吧？师长。很多最想知道你的真实年龄，我在大学4年就特别想知道你的真实年龄，确实可以透露吗？我的身份证，哎，我身份证带了，我上面写了真实年龄。没，我没瞒太多。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她是女生活委员。对。然后那会儿大家还写信呢，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发微信我们。对，但电子邮件那会儿都很少。然后呢，我那会儿生活委员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每天去那个学校的收发室去取信。然后把所有人信看一遍。然后看不过来，然后把信送到各个宿舍发下去。我是特别受欢迎的人，经常有同学看见来了信，送过去还给点好吃的。你错过重要的内容了，好吧？然后最重要的内容是，我把所有给女生送信的机会全都给了她，所以我们班女生只有她来送信。给男生送的是她也没去，就是她把所有的活都给了我，然后一直用这句话来跟我说，你看我把给女生送信的机会都给了你，大学4年一直是我在送信，看了那个。纪念册里边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班的男生，你知道吧，都非常帅，非常帅，对，都特别高。他管这个叫帅吗？他管这个叫帅吗？然后后来我们工作以后，我们有了一个4个人的组合，
我最感谢里面一个人就是小撒，因为只有你比我矮。今天你们问了那么多人的青春，说真的，我真正在乎的那个人你们没有问到，我真正在乎的是他的青春。Bingo， 那就是荣威的青春。荣威陪伴了车主这么多年，但是到现在2022年，他依然在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依然不断的推陈出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巧了，本节目正好就是由中国荣威冠名播出，全新第三代荣威 RX5 超混 ERX5 提供燃油超混双车方案，满足多场景出行需求，同时实现高性能与低油耗。荣威的夏天，有样的夏天。谢谢荣威。其实说到学校，哎，清华真的是大家比较觉得很神秘的一个校园。你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人或者事儿吗？我在93年上大学，那时候学校还相对寂寞，因为男女比例是比较失调嘛。哦。因为10:1大概这个一个比例，所以呢，一到清华之后，同学们基本在青春的某一方向的火焰基本就熄灭了，所以基本都是专注于学习啊。那后来学校变得更大，现在学校情景全都变了，而变得更加正常。其实刚才有一个环节让我挺感动的，就是王宁拿出那本青春纪念册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册子里有那么多的故事，有那么多的过往和回忆。无论是哪个学校，无论是哪一级，无论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青春，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会和青春有一次最完美的和解，找到属于我们每个人关于青春的答案。所以我想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我们每一个人吧，会的咱们就一块儿来好不好？青春纪念册。来吧，站起来吧。接下来我要请出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掌声有请中国荣威首席用户体验官王总。哦，您好王总。您好小撒老师。咱们站在您的车前面来吧。好的。这款车一看外形就非常的劲爆，充满了动感，这一段是台本里没有的。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您作为用户体验官，您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要很好的体验这款产品，并且把它推广给更多的用户。以您对于荣威用户的了解，您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所唱的这些歌，会是您心目中勾画出的荣威的用户群喜欢的和接受的歌吗？是的。有您最想听到的歌吗？有的呀，我最喜欢的是《光阴的故事》。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它每次响起的时候，我都能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呢心里充满了满满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的憧憬，虽然它已经过去很久了。你觉得在荣威的客户心中，或者你们荣威人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描述吗？我觉得呢，在我们荣威人的心中，我觉得定义青春呢不应该用年龄来定义，
年轻呢，它就代表着坚持的梦想，就像我们这款荣威产品一样，它怀抱着青春，同时呢又一步步的体验新的人生。我们既有年轻人的激情，也有中年人的沉稳，更有前沿的技术和不断的创新突破。是的，谢谢，谢谢小三老师，谢谢您，谢谢。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走的路啊，只见无言如此
在一眼，风吹过的路染染，你的故事讲到了，谢谢。下面有请朱广权、撒贝宁、尼克买提三位聪明绝顶男人带来一首《笨小孩》。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没卡上节奏。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
会开。我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会慢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放着胸口拍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寂寞难耐。哎呦，向着胸口拍拍呀，勇敢站起来，互动互动，不用心情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呀，望着胸口拍拍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会过吗？啊，没有啊，十个还原。过吧，这个笨小孩就只能唱成这样了。表情很友好，表情非常友好，就连拍胸口的时候都没呲牙咧嘴。我觉得刚才演出的状态特别好，就是说一个男人年过，好像是三个在上面。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年过半百，彼此之间都年过20岁，年过30岁，而且还能够回到一个童真状态。我想这就是音乐带给人们的鼓舞，而且他们完全是能够看出来全情投入的。有句话特别好，老天自有安排啊，热爱音乐的人不会老，而且你们自己把自己安排的也特别好啊。我们把我们的晚年安排的特别好。我觉得小萨真是完全真是了不起，因为我不是恭维谁啊，因为有时候我唱这样的歌曲我都很难像你这么投入这么忘我。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点偶像包袱，还是不行。是吗？下一首是哪个？鲁豫。鲁豫老师。孩子们合唱团。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雪邦不肯哭一场，爱你波浪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以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真不用。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波澜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漫画，一生不见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去吧去啊，以最卑微的梦，战啊战啊，以最不高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给孩子们庆祝一下，咱们演出太棒了！来来来，我唯一觉得就是，这首歌跟刚才的笨小孩感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节目，真的就是孤勇者和笨小孩之间的区别。谢谢谢谢孩子们，谢谢。手坐标闪烁。
船与海岛，后来独自看过，流着泪依然觉得很有心呢、啊、我们曾被那样认真的爱过，收拾星星的碎片在各自漂流。叫过去的地方，夏日不散场，雨滴告白了晚窗，敲在心上，扬起脸，那两个人笑着问我，嘿，那钟声与交谈少的爱都输给一句后来呢，后来再未见过那么美的日落，天黑了影子会消失在路口，回首的温柔却仍陪着我梦游，是晚风是星河，是我的沉默，是宇宙坐标闪烁，我没说完的话统统躲进月色，你没牵住的手像流星飞过，是花开是叶落，是烟火瞳孔，是我们仍想念这雪不再见了，和宇宙的温柔关联着。青春就是两个字，无悔。青春是逆战，在青春中奔赴每一个热爱。下一个是周深，因为每个人青春当中的歌手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一提到青春一定会有位歌手叫做周杰伦，对，所以我也想唱一唱，就是那也是属于我青春的一部分。不带老唱自己本家的歌，那首歌叫《兰亭序》。兰亭序太好了。我本一些而落下
一笑你婉约，恨了没你又偷情叹，谁让你蹙着眉，而生归途流言只为人面难飞，转身一瞥你清泪，举一把月手浪回忆怎么睡，真真面对，落花原蝶，你会怨着谁？不管风月，我继续等你回，全笔一句难辨浪仙蝶，情字和解怎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真的鸡皮疙瘩，对，你这太巅峰了，他这个。咱那个别，咱别唱了，咱别唱了。咱们还唱过什么？为什么要让咱歌手老师们唱完，我们散了。唱什么？回家洗洗睡吧。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深。周深，周深，周深，我们这桌之光。
西藏，一缕凄惶，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掌声欢迎李宇春。春春最近在做自己新的专辑是吧？对对对，做新的专辑。给我们透露一下。透露一下来。我其实上一张专辑是在2019年发的。嗯。然后之后就疫情了。嗯。所以其实刚好是疫情三年，我的一个写下的一些心情啊，记录的一些东西啊。专辑有名字吗？现在能透露名字吗？没有，我其实还在纠结。你问的都是一些不该问歌手的一些问题。真的？对。专辑的名字也不……那我问一个，能唱两首吗？能。哎，我今天有准备一首新的歌，对对对。是专辑新专辑里的吗？对，应该会收录进去的。太好了，你看，好，走吧。先保耳福了啊！叫什么名字？春春自己来报，来。这首歌叫《夏天的电影》。
消失，突然发觉夜风中有丝凉意偷偷来袭，夏草褪去凉绿，白日梦境心山灰心，那些云端的光影，午夜的星星，跟踪我们的足迹，旋转的舞池，最爱的歌曲，没有说出的秘密，现实的空气，心动的自己，所有按捺不住的蝉鸣，海潮和你最后一次与对方唱告别，突然发觉喧嚣中有种东西好像伤心，青春潦草散去，一场倾盆大雨闪回心，那些谢谢李宇春，我们要去采访一下春春吗？可以，建哥好。我跟春春已经很久没见了哈。我老看你的节目，谢谢。不自然。我跟春春也很久没见了哈。你不要不好意思。对，因为我今天是一个关于青春的一个晚会，一个歌会，我觉得那是个表象，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春的字。对。但我觉得春春这些年来，保持一个青春状态，她现在变成一个原创歌手。对。自己写歌，我觉得这是一个青春的一个榜样，啊。其实青春就是要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而不是永远在倾听。我们采访一下春春，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对，老的时候疯狂很累的。哦，建哥，老的时候疯狂。世荣大哥在旁边补了一句：“老的时候疯狂很累的，但是也蛮开心的。做人嘛，活着就是要开心哦。”这时候最好不要插话，对，来来。春春说：“你觉得？”最疯狂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疯狂，是的，啊，最疯狂，是因为不太疯狂，就是我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是，正好是十年前啊，十年前啊，对，一二年的时候，就因为那个时候就因为不太疯狂，回望自己的这个好像就一直在工作，然后也没有做过太多，疯狂的事儿，所以你觉得你曾经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儿？没做过。其实我已经懂了，他其实是最疯狂的事情，就是我们都疯狂，人家没疯狂，这是他最疯狂的事情。就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来参加你们这个音乐会。对，其实春春刚才说的这个疯狂特别好，别人很疯狂的时候保持冷静，谁说冷静也不是一种疯狂？为什么李健说什么我都觉得他像在说无线电的理论的东西？谢谢春春，谢谢春春，共同期待新的专辑。
而且我个人大胆猜测，很有可能专辑名字就叫《夏天的电影》。本节目由中国荣威冠名播出，荣威 IMAX 8 EV 纯电豪华 MPV 头等舱舒压航空座椅，坐拥无界空间，安享无忧里程。头等舱从此来电，让这个夏天不一样。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活？否则我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没得我没话说。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两个人都寂寞，倒不如一起寂寞。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怎闪躲，怎么躲的路都走过，怎舍得剩下我？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活？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走过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没得我没话说。属于我两个的烟火，没得我没话说。今晚听完这么多的歌，有专业的音乐人唱的，有我们主持人唱的，然后还有孩子们的天籁般的童声，所有这些声音汇合在一块，你觉得能得出关于青春的答案吗？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馈赠，但我觉得最让人尊敬的是在青春的时候能够拥有青春应有的勇气，能够在青春做一些只有在青春可以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引以为傲的事情。我想青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他应该有一个正确答案。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度过这段年华，你能够在这段年华里为自己为他人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作为今天晚上我们对未来对每一个人的青春最好的结语和期待，期待在青春的路上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感谢收看，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对，拿着爱的号码。
我遇见你是最美的。